老树发新芽，我给您提前道个喜来了。道什么喜？老爷子，有件事呢，我必须得让你知道啊。现在咱们贺府上上下下的人都在议论纷纷，说白夫人自打嫁进咱们贺家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怀上，这怎么给日本人唱了一夜的堂会就……你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是说，可千万别弄出什么丑闻来呀，可不能给咱老祖宗脸上抹黑呀。出去，出去！我是好心呐。二姐，有什么话你当面锣对面鼓的说清楚。我白牡丹哪儿做的不好的地方，您尽管说。您犯不着当着府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人面说我白牡丹。我白牡丹跟日本人有事儿吧？您今天必须把这话说清楚。慢说，我没说，我就是说了，有错吗？你一整夜呀、全府上上下下的人全都没有睡，老爷在院子里转来转去的，一整夜呀，你都在那唱什么了？你吵什么不得？深更半夜的吵什么？吐那是因为他胃寒，这个没什么大碍。老爷，那我先告辞了。没事，老叔，没事，来来来，给我。别吐！哎呀，小祖宗啊！干啥？哎呀，娘，快走。
我腿就在那儿啊。哎呀，腿，腿在你身上呢。我找腿去。这在哪儿喝成这样了？你又，哎呀，娘，台阶，看台阶，哎，台阶，哎呀，台阶了，看着没？娘，哎呦，娘，啊啊啊，站好了啊，站好了。你别扶我，扶我干嘛？娘，啊，我当团长了。爹，嗯，您的茶给您泡好了。我听说青莲山的土匪袭击了日本人越狱时的军车。真的？哎呦，这怎么没听说啊？现在满县城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，你一点都没听说呀？真是个书呆子。是是。十条枪换个团副，值。哎呀，你别吼了，你这爹看你不得。什么团长团副的？嗯。爹，喝了。我没喝酒。都喝成这个样了，他还说没喝酒。哎呀，爹，您别生气。今天关大脑袋请我喝酒，跟我说日本人要成立自卫团，他当团长。凭什么他当团长？不是团长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吗？亲口对我说。日本人找他让他当了。你说这商会会长不让他干了，怎么反而让他当自卫团团长了？你说这日本人是怎么想的呢？你说，爹，关大脑就说只要我给他买十条枪，这团长就是我的。爹，要我说啊，这是件好事。这兵荒马乱的，咱们家也应该有个耍枪杆子的啊！你看看你这个弟弟啊，他是当的副团长的料吗？他，爹，您别门缝里看人，把咱家淮西看扁了。要我说啊，嘿，我这弟弟行。对对对，石奇说的对呀，老爷，没准淮西能干出点名堂来呢。你看啊，他有个营生干部，比没事闲着在街上瞎逛要好吗？啊，老爷，关大脑袋提出来的条件，我就应该答应吗？我凭什么给他买十条枪啊？啊，爹，你要不买枪，那就副团长吹了，吹就吹。爷呀，要我看，也未必。要不，我帮你跟关大脑袋聊聊。阿奇，我阿奇啊，喝。就这样还当什么副团长？幺三，幺三，一、二、一、一、二、一、一、二、一、看他们怎么顺了拐了都。幺三，还有这气氛怎么不会走？幺三，一、二、一、一、二、一，你就不会走啊？一、二、顺拐了又。一、二，停停停停停停，干什么呢？瞅瞅你们一个一个的吊儿郎当这个样啊，还像个当兵的吗？这样的队伍怎么去剿匪啊？剿匪？团长，当初招兵的时候也没说剿匪啊，不就是说维护维护社会治安，那管管小商小贩啥的吗？哼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啊，随时需要了都要冲上去，就你们这熊样能行吗？从即日起，我们的训练科目还要增加。啊，特别是野营训练，要像一个军队的样子。关叔，真棒，新来队伍呢哈。石奇，这不是大日本皇军要组成县自卫团，这不正训练呢吗？你看咋样？不错不错，威武雄壮，真是太好了。我请您吃饭。有事啊？没事，我就不顶请您吃饭了。啊，给个面吧，叔。好，你们继续练啊，继续练。二位，走走走走走。你马上，哎，来吧，关大叔，喝一个。师爷，这不明不白的酒，我可不喝。怎么叫不明不白呢？哎，关叔，
我听说这八匹虎劫了日本人的军车，是吧？有这事儿。哎呦，那您说他这下一个目标他该折腾谁了？我上哪儿知道去？他不会折腾您吧？这八匹虎啊跟我有仇，也背不住。哎呦，那可不应该，这不成了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吗？咱们在这秀岩都是街里街坊的老街坊了，是不是啊？改天啊我得跟他聊聊，别这样。说什么？嗯，你跟八匹虎熟啊？熟啊，有交情。哎呦，那你可得给我过个话啊，叫他们以后啊千万千万别再给我出难题了。嗨，我也就是这么一说，您怕他吗？啊，您现在也是堂堂自卫团的团长啊，还有日本人给您撑着腰，是吧？我那可是在明处，人家是在暗处。也是，得，这忙我就给您帮了啊。关大叔，来，把这酒喝了。来，哎，这个还有一个事儿啊，听我弟弟说，您好像让他上您那个自卫团当个什么副团长，是什么？别让他去啊！哎，为啥？哼，一，这小子他就不是那块料；二来呢，听说还弄他要十根枪，要什么？你说我们家哪儿找十根枪啊？嗨，我就那么随便说说。可是呢，怀奇呀，这副团长，你该干最好还是得让他干。别干，别干了，别干了。叔，我不瞒您说啊，我有个想法，我琢磨，在咱们这商会啊，成立一个武装，叫这个保安团啊，什么剿匪队啊什么的，我让我弟弟上那儿当差去。我说世奇啊，咱就别再另起炉灶了，行吗？咱不都是一家的，是吧？让怀奇啊，在我这自卫团啊，该干还得干。如果干好了，我这团长让给他。哎，别！那要这样的话，那就让我弟弟上您那儿试试。世奇啊，我知道你跟日本人的关系不一般。时光呢，又是你的校友；梅子又是你的相好。过去呢，我和你父亲呢有点误解。你看，咱们这样，以后咱们京城团结，我看秀岩城谁敢说个不字？好，来叔，敬您一个。世奇，过去咱们爷俩接触不多，说实在的，整个秀岩城我就佩服你。来，让大叔敬你一杯。来，叔。哥，哎，赶紧拿绳子去啊！娘，你看，大清，这咋回事啊？娘，您看看，我把谁给您带来了？这不是何三吗？我把要找何三的消息故意透给孙二饼了，跟着孙二饼在海城溜溜转了三天，才在窑子里找着这王八蛋。哎呀！说，我爹是不是你害死的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呀，何大娘，真的不是我。何三，既然不是你，你跑什么呀？我是被葛大爷的死吓着了。胡说八道！大清，饶命啊，葛奶奶，饶命啊，大清！哎呀，真的不是我。爷，你慌什么呀？慢慢说。葛大清把何三抓回来了。说什么？葛大清把何三抓回来了。怎么办，爷？靠！走，快！别，您放心。何三，你跟我说，这个东西是关大脑袋家的。怎么跑到你手里了？这
只要你说实话，我保证饶你一条命。我说，我说。呀哈，还真他妈在这儿呢！把何三少拿下！哎，是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干嘛？抓人！把何三少拿了！等等，你们凭什么带走何三？何三是大日本皇军通缉的要犯，怎么着？你想私藏要犯吗？何三给我拿了！是，谁敢？大清，他们把人带走，我就不信他能跑得了。老太太，还是您明事儿。哥，哪里的？大清，别作死了，走。哥，咱先别吃眼前亏，小文有说理的地方。三儿，没事了啊。嗯，走，哥给你压压惊。三儿，让你躲远点，让你躲远点啊。行了，哥送你去个地儿，以后你就再不用躲。扔远点。好嘞。你说啥？何三死了，今天早晨在小树林里发现他的尸体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还用说吗？肯定是关大脑袋杀人灭口。哎，大清，你干什么去？我找他去。你找他有用吗？啊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父亲就是他杀的？另外，他现在是自卫团团长，要枪有枪，要人有人，你单枪匹马去，你送死啊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也不能让老爹白死啊！大清，石奇说的对，咱无凭无据的，你就是找关大脑子去，人家不认账，你能咋的？那我也不能让老爹白死呀、啊！先忍一忍，这笔账早晚跟他算，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。是啊，哥，石奇说的有理。啊，康德皇帝好啊！敢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成立了满洲国，嗯，好。爹，看把你高兴的，怎么好像你当皇帝了一样啊？爹，你也别美得太早。我听说啊，这满洲国是日本人帮他建的。我看诗琪说的有道理，这满洲国建起来了，还指不定是不是件好事呢。那比这个民国强啊！啊，你看看现在的民国像什么样子？这日本人都占领了东三省，他们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正好，大家都在这儿啊，我跟你们说件事儿。看见没有？这是一块上好的老河磨玉，是你爷爷留给我的。这个东西现在也不多见了，我准备拿它给康德皇帝雕一个玉件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啊？老爷。你都封都十年了，还能磕吗？娘，你看我三姨娘的话说的啊，多好听，那磕烙的结实，怎么不行？我爹封刀五十年都行。爹，我那意思是说，这么好的料，可惜了。我的意思啊，这件事没必要做。这都什么年月了，封建帝制都结束了，这都中华民国了，你给他送什么玉啊？真是，你懂个屁！我跟你说，小子，你太爷给乾隆爷雕过玉件，你爷爷给光绪爷雕过玉件，你爹我有福啊，赶上了，能给康德皇帝雕个玉件，这就是祖上对咱们的恩赐，是咱们老贺家的福分。什么福分，什么恩赐，那溥仪自己都保不了自己了，还给谁福分？我看您还是省了这块料吧。我跟你说，石奇，老贺家的事儿还轮不到你说话，这个家我说了算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要亲自雕玉件，谁都不许打扰我啊！一会儿把他给我搬过去。三姨娘。
我爹是不是昨晚没睡好？这都民国了，这怎么还一口一个皇上，一口一个皇上呢？三姨娘，你能不能劝劝我爹？昨天呀，你爹给我唠叨了一夜，这事儿恐怕谁也挡不住了，就随他去吧。老爷，吃饭了。老爷，多少吃点吧，不能不吃饭呢。叫老爷吃饭。是啊。老爷，您吃点吧。